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何等美好的时刻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感谢神，感谢耶稣为我们诞生，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带着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。神说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耶稣并没有我们，他并没有要我们做更多的事来多结果子，相反的，他要我们常常的与他连结。当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持续的在他的里面与他连结，这人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主，你现在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居所。耶稣，我们欢迎你更深的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深处。主，我们的心仰望你，我们的心等候你。我们要在灵里面与你连结，每一个呼吸都吸进你的生命，吸进你的平安，吸进你的安息。好吧，我们花一些时间，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仰望他，支取从神来的滋润。我想在安静的时刻，我们可以回到最起初的爱，我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神的孩子。好不好，脱去那些头衔，那些背负在我们身上的责任、重担、角色，还有繁忙的事物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孩子是我们唯一的角色，唯一的身份。放松我们的肩颈，放松我们的全心全人，用最自由的姿态在神的里面。
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
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是的，主，撒巴巴巴巴巴巴，
哦，爸爸爸爸，好不好？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来思想神的名。撒爸爸爸爸爸爸。全心全人，撒巴巴巴巴巴巴巴，都来呼求我们的神，撒巴巴巴巴巴，噜啦啦啦啦啦啦，撒巴巴，你可以高举你的手，撒巴巴巴，你可以自由的在你所在的地方走动，哦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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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巴巴，让神充满在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角落，让神的光充满进来，撒巴巴巴巴巴巴。哦呀，爸爸爸爸爸爸爸，你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你是以马内利，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在神的名字里面，正在触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就更多的来思想，来寻求，来赞美。耶稣听我们每一个祷告，不论这一些日子因着爱的缘故，或者忙碌的节奏，总是让我们倍感压力，好不好？在这时候，我们再次的发出我们对神的渴慕，对神的渴求，以祷告来到他的面前。
触摸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到那颗安歇的水边，让我们更多的沉浸在父神的爱里。让我们思想神的名，神的话语，神对我们的祝福，神对我们的应许。耶和华岂可怒？神是我们的义，他是公义的神。求主你去掉我们觉得不公平公义的事，那我们进到你的同在，因为你必为我们伸冤。主啊，你是沙玛，耶和华沙玛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你是让我们可以经历你所在的那美好的甘甜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多益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使我们不至于缺乏。主啊，你是供应我们一切的，好叫我们真实的经历你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尼西，带领我们得胜的神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沙龙，使我们得平安的。求你现在将这深深的平安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将一切的担忧都卸给你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医治跟释放的神。求你现在触摸我们，从头到脚带下那个医治，带下那个复兴，使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。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用祷告更多的专注在你的身上。说呀啦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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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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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
向着你活过来，撒巴巴巴巴，我们的生命要因你而雀跃，撒巴巴巴巴。是的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更新了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眼，也让我们的耳朵能真实的听见好像从天堂来的声音，是如此的美好美妙。主也让我们看见你那美好的作为，就宛如云彩甘霖般降下洒落在我们的周围。主，我们好像能够再次能够站了起来，好像发酸的腿也能够刚强站立，我们可以毫无畏惧的满心欢喜，甚至带着期待来到你那施恩的宝座前。主，我们得着你的连续，我们得着你的恩惠，主，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好像再没有各样的任何困难阻拦能够抵挡我们、辖制我们或是困住我们。主，因为我们深知到你与我们同在，那圣灵大能如火焰般、流水般充满盈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份力量、这份爱是如此的美好，这样的温暖也是我们未曾体会到的。谢谢主，你就是如此的美好。谢谢主，愿圣灵持续不断的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爱浇灌我们每一全身每一处，主的灵要来浇灌充满在我们身里面每一处，主的慈爱要来浇灌充满在我们身里的每一处，单单被主的灵来充满，被主的慈爱来充满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被主的灵来充满，哈利路亚，沙拉拉拉拉。Yeah, la la la, so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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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Yeah.
是的，主，你将我们的哀哭化为跳舞，将我们的麻衣脱去，为我们披上喜乐。那我们真的在你殿中一日，如胜世上千日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心同样的频率，让我们的呼吸跟你的气息同进同出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想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想你。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，我们要在你的里面瞻仰你的柔美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，最大的保障，是让我们安歇之处。就是现在，求你让我们更多的享受在你的安息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在这神美好的同在当中，相信神要给你最棒的礼物跟应许。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将你所领受的记录下来，也许是一句宝贵的话，也许是一个图案。神要来鼓励你，
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我们就能听到圣灵细微的声音。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祝你现在赐下你的亮光，赐下你的启示，就在我们与你的连结里面，祝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祝你来释放你的心意，释放你的全能，祝你来引导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眼目，走在你的次序，走在你的节奏。好吧，我们就是用一些时间持续的安静在神的同在里。可以轻轻的方言祷告，也可以享受在与神的交流当中，或者把你现在正需要处理的事情，把它带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诉说你的需要，让神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供应。Thank you.
神的安慰跟同在，在这个时候也要来帮助你，可以用真理去替代那个谎言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不仅仅要你进到他的同在当中，也要帮助你在他的同在里再次的重新得力。他要将那个谎言，你生命当中的谎言全然的除去。圣灵，求你在这时候提醒我们，最近是不是有哪一些谎言进到了我们生命当中，并且帮助我们将这些谎言交给神。主啊，我们宣告经济匮乏的谎言要离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宣告好像我不被爱、不被认同、不被支持的谎言要离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宣告好像我们的疾病身上无法被医治的疾病的谎言要离开我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全然的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你，扎根在你的施恩宝座前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主。需要你，你话
是的，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对你的渴慕。我们渴望每一天在你的同在里面，我们渴望不论忙碌或休息，我们的心都深深的与你相连。主，你来祝福我们，不论白天，不论黑夜，或工作，或与家人在一起，或与你的亲密，主，我们都深深的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也是会说话的神。主，让我们听你的声音，在你的引导当中，我们遵行你的话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